哎呀，王小姐，你这么快就来找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好消息啊？。二兄弟看着面生，也没怎么见过。嗯，你们刚进特工部。嗯。兄弟啊，咱这是要去哪儿啊？去了你就知道了。这条路不对吧？这可是出城的路啊！这次把你安排在城外的一户人家，那里安全。哦，对了，我差点忘了，我有个重要的情况，还没跟主任汇报呢，我们先回去。不用了，马上就快到了。这黑灯瞎火的，哪有人家？就在前面。兄弟，有烟吗？接个火。是李主任派我们来的。来干嘛？杀我？不，不是的。说说。主任要我们把你交给几个人，他们具体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真的，真的。喂，说跑了？对，我们的两个人全死了。主任，怎么办？马上派人到日本宪兵队和日本驻军附近，一旦发现，立即击毙，不留活口。是。
出什么事儿了？找个中间人，约见冷建平。是。你约冷建平干什么呀？跟他谈谈合作。没想到啊，我们俩谈话还得找这种地方。今非昔比了。是啊，几年前在上海滩，谁认识我们俩呀？现在谁不认识我们俩？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你是英雄，我不是。不，特工部是咱们俩共同的。有你一份，可我没有想到搞成现在这个局面，我非常遗憾。你把我约到这儿来，不会是为了跟我叙旧吧？到底想说什么？直接说吧。还记得四川路上那个小酒馆吗？几年前，我们商量成立特工部的时候，我劝你，人要顺应形势。今天找你来，还是谈我们俩的前途。你说的前途，什么意思？对中日战争，我原以为中国必败，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抗战能打到现在。今天，日本人又对美宣战，未来的形势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并不重要，我只能跟着形势走。没错，如果日本人战败了，我们俩的前途在哪儿？大东亚圣战必胜。行了，别紧张，我没带录音记录啊。不要唱那么高的调子。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说真心话的。我们俩是多年的弟兄了，如果其中一个完了，另外肯定好。你想怎么做？现在的中国有三个使命：蒋、毛、汪。如果日本人战败，汪肯定完蛋。咱们俩都是从蒋那儿出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叛徒，他们容不下我们。你是想投共？你以为？我们手上沾了不少共党的血，他们不会容下我们的。你恐怕是一厢情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看怎么个还法，不一定非搞得血债血偿，还有其他的方式。什么方式？你手上不是还有几个共党的人吗？你是说康子清的那个表哥？我听说你把这个女人抓了，然后又放了。对，我就是想通过他们
和共党建立联系，给我们留一条后路。他们同意了？差不多了，现在就看我们怎么做。可上海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万一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所以我才把你找到这儿来谈话呀。这就咱们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你说怎么做？把那个男的放了，给共党一个见面礼。直接把人放了，那不等于告诉日本人我通共了？下午就把人押过去。是。王局长，是想让我帮你逃跑？不是，整个上海都是李世杰的地盘，我能跑到哪去？那你来找我干什么？有个消息，我想请你帮我转达给日本人。什么消息？李世杰通过。你怎么知道的？放走康子琴就是证据。葡萄牙银行的事，全都是他安排。他现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这笔账老子不认，我要到宪兵队告发他。那你跑来找我干嘛呢？他在宪兵队门口安排了人，去了就是死。你带我去宪兵队，大岛他不会相信我，但是你去说，他会信的。
你认为我会帮你？你愿意放弃这次扳倒李世杰的机会吗？如果把谢逸夫带进宪兵队的事情被李世杰知道，那么一旦他反咬一口，自己和他串谋放走党卫国的事情就要暴露，这绝对不行。押送的警车应该已经从警察局出发了。戴总，哪儿去？吃饭去了。啊，你好像没休息好啊。感觉挺疲劳的。现在这个时候，我怕眼睛一闭就再也睁不开了。放松放松，你和李世杰我也一样。一会儿到了宪兵队，我跟大导解释一下，你就没事了。这一次就全拜托冷局长。我说，其实你我兄弟之间原来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要不是李世杰插在中间，或许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冷局长说的是。我冷建平，快抓住这个人！是，大总，别跑！哎，冷局长，是，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把车子追回来。好。谢逸夫跑了，万一他被日本人抓到，指不定会咬出李世杰什么事情。李世杰为了自保，到时候说不定也会把他出卖。冷建平决定争取主动。大岛队长吧，特工部出大事了。
冷局长，你把李世杰那天约你的谈话说一下吧。好的。那天李世杰约我单独到郊外跟他见面，当时我觉得很意外，我不知道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可是让我更加觉得意外的是，他居然要我跟他一起背叛皇军，投靠共党。他认为世界大战的局势不明朗，他需要重新考虑前途问题。冷局长，据我所知，李先生和你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啊，他要我释放一个人，作为他投靠共党的资本。什么人？就是跟康子清有关系的那个男人。你放了？我怎么会答应他？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李世杰他现在是高度的危险分子。我清楚了，这件事我要报告山本司令官，在此期间要严守机密。难道说李世杰他反悔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李世杰还说要把谢义夫交给我们，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接到他，是不是事情有什么变化？我可以去问问苏翻译。苏翻译？他也是李世杰的秘书。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你放心吧。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我问了几个宪兵队的朋友，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主任，警察局今天没有送人去拘留所。都打听清楚了吗？打听清楚了，拘留所今天也没有接收新的犯人。建平兄啊！啊，李主任，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是吗？什么事儿？那件事儿今天没有办成，宪兵队突然派人来把犯人给带走了。宪兵队把犯人提走了？为什么呀？说是协助调查，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知道，日本人是从来不跟我们解释什么情况的。好，谢谢了。苏翻译，你去打听一下，宪兵队调我们的人协助他们办什么案子？还有，最近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行动？好的。那个犯人没送走吧？没有。押送令，我已经给您放在这儿了。你去吧。啊，等等，今天这个事儿，谁都不能说。明白。
世杰现在在干什么？没什么特别角色，如果有，我会注意的。苏凡爷，我想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你说。我表哥他现在在警察局情况怎么样？我明天就可以帮你问到。谢谢你。问到以后，我怎么通知你？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二人を呼び集めたのは司令官が重要な指令を我々に下したからだ。はいはい。李清潔はもう信用できん。彼は王政府に影響力があり、簡単には直接処分ができん。まずは奴を抑え込み、そして一歩ずつ処理をしていく。わかりました。公資金のことに関しては司令官の要求により大島君がこの李清潔事件をきっかけにして彼女に近づくように、必要な時はいくらかの利益を捨てても彼女の信頼を手に入れろ。必ず最短時間で目標を達成せよ。わかりました。二人ともわかったな。では任務を開始しよう。はい、はい。事情怎么样了？还没找着。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没了呢？肯定是藏哪儿了。他藏哪儿都不可怕，怕的是他又回到日本人那儿去了。这个谢义夫他就是回去，日本人还能相信他吗？这个时候康子琴的事和我们搅在一块儿，很难说呀。哎呦，那怎么办呢？你说万一日本人要是知道我们跟共党联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跟康子琴联系没留下过什么真凭实据吧？没有，都是口头的。我还是担心日本人是翻脸不认人的，所以我们要多留两手。万不得已，我就把康子琴叫出去。那不是要得罪共党吗？走一步看一步吧，总不能日本人没完蛋我先完蛋了吧。现在家里真的是越来越不太平了。宪兵队很忙吗？主任，宪兵队确实是在重新审理一些旧案子，据说是山本司令官的意思，希望从中能够发现新的线索。警察局的很多嫌犯也被送去了宪兵队协助调查。哦，那个和康子琴有关的嫌犯现在也在宪兵队，不过只是做一般的协助调查，并没有针对他做什么特别调查。知道了，去吧。是。苏翻译的话说明冷建平没有说谎，但魏国确实是被日本宪兵队提走了，这只是一个意外。李世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看来与共产党的合作还可以继续。you
你好，这里是特工部。你好，苏翻译，我有几份稿件急着要，你能帮忙吗？好，没问题，下午4点我们还是老地方见。行，到时候把稿件带给你。好，再见。不是在警察局吗？怎么去了宪兵队了？是宪兵队要过去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下子想把人救出来就更难了。你不用担心，他们只是把他关起来，并没有他。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是什么原因抓进去的？好，没问题。麻烦你了。应该的，都是同志，遇难的时候不应该有相助。是我，李主任。丹丹，老谢，我听说日本人在找你。不光是日本人，还有你父亲。我爸爸，为什么？这里面很复杂，一时也说不清楚。那你现在找我什么事情？我知道你想去大后方，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现在？真的吗？真的。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带你去了。上次从医院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没想到我现在还可以见到你。你还说带我去大后方，我太高兴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当然是越快越好，不过去大后方需要很多钱啊。你放心，这个没有问题，我有钱，并且我还有很多首饰，我们都可以带走。好，那你马上回去准备，明白吗？嗯，明白。啊，还有，记住，不要跟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告别，一点这方面的意思都不能表露出来，否则我们就去不成了，知道吗？嗯，好吧，我知道了。那好，后天晚上9点，我们还在这里见。嗯，那我们后天见，我先回去收拾东西。再见。你和李世杰联系有什么结果吗？他说他尽量帮忙，但听口气好像把握不大。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现了什么变故？有可能。不过据我观察，李世杰目前思想波动非常大。这一次见面没有在他家里，而是在外面的车上。他是担心怕别人知道你俩见面的事情。是。这说明他心里面还是有顾忌的。他是怕日本人知道。对李世杰，我们不要抱有太大的奢望，必要的时候立刻切断和他的联系。明白了。延安那边要求你尽快返回，你准备一下，这两天就走。可是老党还关着呢。这你放心好了，敌人没有真凭实据，不会把他怎样的，我们也会尽快想办法组织营救。行，我服从组织安排。那就这样吧，你准备一下，等我的通知。苏翻译那边我跟他说一下，让你们建立联系，省得以后产生误会。也好，但是不要说太多。日本反诈同盟这个组织在上海的情况我们了解的不多，不要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嗯，我明白。你要走了？对，我得回到我们那边工作了。是回延安吗？嗯。太好了，真羡慕你。延安可是革命的圣地，我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去延安。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等革命胜利了，你一定有机会过去的。不过你走了，救人的事情怎么办？我们的人会联系你的。这么说，你已经和你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等我走后，他们会联络你的。好的，那我祝你一路顺利。见不到我，你会想我吗？丹丹，你乱讲。你是妈妈的命根子，要是有一天妈妈不见你了，你说妈妈还能活吗？啊？我和你爸爸现在做的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你。让你将来能有一个好日子过，不要乱想。好，你爸爸说了，等他忙完了段时间，就带你啊去日本。到了日本，给你找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把你的脸治好的，肯定不会有疤了。别乱想，别乱想。妈妈，我想抱抱你。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没什么。你的宝贝闺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看不到她了，我们会怎么样？说的我呀，心里酸酸的。等爸爸忙完这阵子，咱们全家都去日本。到了日本就什么都有了。丹丹，真的带你去日本，是吧？嗯。